阿妈，我等来呀！我等来。行，坐咧。是安怎？有空啦。哎呦，阿阮哪无？阿妈，阿阮查囝咧，哪无看伊？伊迄个困啊呢，你唔烦恼伊。你目睭有较袂疼吼？嗯。好，好佳哉。啊，拄只吼，警察有来巡过，伊讲咱迄后壁门啊，无像是去互撬开的呢，而且我非常确定。我要出去的时阵，我一定是把门串好势，我才走的啊。你有把门锁好？对啊。暗着人咧闭开，叫你开个开。犯事哦。哎、欸，啊妹妹，啊你的目睭哪安尼？啊是有人甲你拍的哦。迄个人哦，若我找到哦，我一定甲电甲金死死的。你哪会知影发生啥物代志？是毋是搁你咧变鬼变怪，还是咧变肉？准啊，是毋是你叫人开的啊？啊，尾门啊，是毋是你开的啦？哎的。是毋是啦？是啦，啊！着我欠人足侪钱的，啊！无闲人，人要甲我剁脚剁手啦！我是甲你一个了尾仔囝，你敢出去？爸，莫起性地啦，莫起性地啦！阿孙诶啊，阿孙诶！啊，我电话入来，我咧听一下电话咧。我甲生甲迄个囡仔呢？阿爸，我搁甲伊讲一个有关系龙珠回头的故事。你是要搁甲伊讲迄个杀鸡号啦？哦，你莫甲我烦啊！哦，我困袂去啊。较早有一个老爸，伊有两个囝，啊，伊细汉的迄个后生，甲伊阿爸讲：“阿爸，我想要去外口打拼，你教我应该给我迄份上好我啦。反正你定讲嘛是爱分给我。”因老爸佮佮伊的迄份财产予伊啊，啊伊摕着遐个钱了，佮出去啊。经过一段时间，伊摕着遐个钱，佮伊的朋友去车花宴乐，真紧遐个钱佮拢败了了啊。啊伊的朋友嘛一下一下离开伊啊。啊你毋着你讲阿俊啊，伊的朋友嘛是一个一个离开伊啊。哎呀，啊伊后来哦佮拢无钱啊，啊伊只好去找头路，啊毋过工课佮足歹找的，啊伊只好最后去用请饲猪的，啊毋过迄当时。搁拄啊拄着闹饥荒，拢无通啊食，伊足落魄个，啊最后竟然搁啊夹猪手食呢。伊后来个想通啊，伊想讲，我若把食好个，啊长工请个食一下，每一个生活拢过得比我搁啊好。我煞伫咧遮个艰苦，我要转来去，转去甲阮阿爸讲，阿爸，我毋堪去做你个后生，你予我做你个长工一个就好啊。伊搁转去啊。后来，因阿爸远远看到伊回来时，就安那，就用本单的消息啊。唔是啦，伊走过甲揽呢，啊，佫足欢喜的，讲要办桌请人客。嗯，还着奇怪啊喏。嘿啊，啊因大汉后生嘛感觉足奇怪，就佫足生气的，啊讲无爱做伊去庆祝啊。因大汉囝佫甲因阿爸讲，阿爸，我伫你的身躯边遮久啊，啊你从来拢唔捌为我办桌请我的朋友，啊即届小弟回来。
你嘛知伊家己拢败了了，伊所以要为伊办桌。阿爸，你敢知因老爸安怎甲伊回答？我哪知伊安怎讲？因老爸佮甲因囝讲：囝的啊，你一直伫我的身躯边，我所有的一切拢是你的。啊，即家恁小弟回来，佮咱亲像死去佮活，胖去佮回来，所以我当然欢喜啊，庆祝啊！阿爸，即、这个故事就是结讲一个真正的神，伊就哪亲像咱的老爸，我拢一定原谅安顺啊！你嘛爱原谅伊，你哪会当期待我原谅伊啊？爸，我知影你足想要改变你对待阿丽的方式，你敢无期待伊嘛会当原谅你吗？你讲的是真有道理啦，哦，耶稣甲你教迄济吼，安尼讲的关，哪亲像讲的关的我的故事同款。因为哦，我逐天拢有在祈祷啊，请耶稣甲咱斗相共。阿麦当好我将伊的故事讲予恁听。啊，你爱食土豆无？这台湾的土豆吼，那真出名呢吼，这一粒予你食，嘿。我嘛想，真爱咱厝诶吼，会当有平安、有快乐，哦，啊，互你嘛心内会足快乐，哦，啊，互咱诶家庭会当安尼和谐，哦，我是尽量尽量，哦，我咧啊厝里闹啥物代志，我嘛先来斗相共。回来啊！甲恁报告一个好消息，迄个头家去抓伊啊！哦，安尼哦。即摆恁大家吼有相信讲耶稣真正会听咱的祈祷，互咱平安啊吼？那咱阿顺啊吼，莫过去跋筊啦，莫签六合彩，我着相信耶稣真正厉害。我看真济代志啊，但是耶稣的代志吼，我着想要加听一寡。阿爸，真的啦，耶稣真正改变我的生命足济。咱是毋是来想一个办法吼？啊，看会当互阿俊来离开伊迄阵歹朋友袂？嗯，我看你安尼嘛像在改变的啊。哦，因为这个困难，互咱全家会当安尼靠做伙哦。我是感觉足好奇，足好诶。啊，我搁想着一个故事啊啦。做工，啊，迄细汉的吼，伊就想要出去外口食头路，啊，就甲因爸爸讲吼，阿爸，啊，你钱给我，好，啊，因爸爸就钱给伊呢，啊，就客哦，就出去做工，啊，出去吼，去交到遐歹囝囡仔，食薰、啉酒、跋筊，一寡钱拢安那输了了，拢无钱，无钱啊，够可怜的呢，无钱啊，巴肚枵啊，无通食，所以伊就去用请。请你，哎呦，对，哦，用请一支哦。